现在是早上，天其实还没亮，六点多。其实今天起的比较晚，上班的医生都是8点钟左右。是我的车子，我现在要简单的消一下毒。出发了呀！以前的早上这个点去光谷方向人是非常多的，车子非常多，甚至会堵车，因为这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嘛，是早高峰，每天早高峰。现在上高架桥一辆车都没有。我要接的医生他在这边等着。你们医院有医生感染这个病毒吗？暂时没有，但是医生的家属好像是有，应该是开始要慢慢的收治这种手术。现在7:22，好，拜拜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你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，拜拜，谢谢。医院里面布置的任务下来，就是要有一批那个捐赠的那个洗衣液、消毒粉、漂白粉之类的，然后让我们社区志愿者帮忙去搬一下。其实每天只要你愿意做事情，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做，因为现在非常时期，大家都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。手上消毒的 OK， 谢谢。我领到了一些物资，这是手上的消毒液，5个口罩，3件那个防护服。我现在穿着非常好的防护服，N95 口罩、护目镜，然后衣服穿上之后，我就可以接医护人员。加油，加油武汉，加油湖北。我已经到家里的车库了。今天因为有点忙，然后事情也特别多，然后今天就回来有点晚。晚饭也没有吃，然后前面在路上有问我老婆，家里还有没有吃的，然后给我留了。我相信明天会更好，明天因为志愿者会越来越多，加油！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